我跟他的婚姻呢，不过是一桩生意而已。让我跟宫雨夜结婚，不就是为了你们红创珠宝能够得到我们夏姿集团的资金注入，好帮你们渡过难关吗？现在既然我跟宫雨夜已经走完了婚姻的形式，我看不如大家干脆一点，快点离婚算了。连你自己的老婆都管不好，我还能指望你什么？论能力比不上李辉，论机灵比不上李灿。现在让你把夫妻关系搞好，这么简单你都做不到，你还能感谢什么？如果你老婆再提出离婚的话，你们两个就一起离开。爸。等等，这是你跟老大的结婚戒指，怎么可能捐了呢？反正我们早晚都是要离婚的。哭成这样，竟然还开口叫我妈。姐，我夏洛伊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后悔两个字。这个婚你是离不了的，但我也告诉你，这个婚我离定了。雨夜怎么说也叫您一声妈，虽然不是亲生的，但您也不至于总是盼着我们离婚吧？夏洛伊的德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怎么可能一个人的秉性在一夜之间就全部都变了呢？你不觉得他很奇怪吗？这回有你喜欢喝的酒了。哦，是吗？